首呢，这个几首比较慢的哈，是有抒情的啊啊，等一下来个一两首抒情的，好的哈啊，这几首这个快的这样穿插好了。那我们带来一首呢，这首歌好久没有吹了，总有一天等到你哈，这是邓丽君的吗？是不是？蔡琴吗？啊，蔡琴的歌曲哈，那蔡琴的歌我会很多首啦哈，还有什么三年啊哈之类的。我们先来演奏《总有一天等到你》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、哦，这首什么曲名啊？哎，总有一天等到你哈、哦。那接着我们带来一首呢，这首歌我很喜欢哈、哦，然后也会唱上几句。这首歌呢，其实在大概2016年左右哈、哦，这个我们有这个一位歌星哈、哦，林俊杰啊、哦，林俊杰其实也有改编过这首歌啦哈、哦。那这首歌的曲名叫做《至少还有你》哈、哦，至少还有你，我们就来听听看。用这个萨斯风吹起来的版本哈、至少还有你送给大家，谢谢。